今天早上的伙食，哎呀，今天早上的伙食，小豆腐，辣椒酱，那是油酱啊。嗯，那这是那油酱。蒸的肉。不炒了，晚上再炒。嗯，头发扎起来。嗯。嗯，你再倒哪个碗里就行。要吃的我还不知道有这玩意儿呢，我寻思没寻拿回来呢。这个叉真挺好吃，喜欢吃。到这里、啊。行。现在都是干的，嗯，还便宜还好吃这汤。哎呀，这菜我得坐那儿，正好调一洗脸呢。看看，这就是正宗的。看看这个蒸的怎么样？没蒸透，就是上面好像没搁大酱，没搁花椒，没搁味素啥的。搁啥大酱？谁蒸搁大酱呢？酱油搁这，酱油搁这个少点儿。这碗里加点酱油。嗯，但是不是像那种蒸的嘎嘎透，对，蒸时间短的蒸透蒸嘎嘎透，那这个油出来，对对对，就变成满碗了吗？就是那种的。这事是那啥了、嗯、我起来放的吗？嗯，放的搁那儿就。你几点起来呢？温度不够了，你起来不一会儿我就起来了，六点几哪儿？我五点起来的。开灶啦，朋友们，来，咋了？这咋的？刚刚立的角度是吧？看不着菜儿是吧？看不着菜呀。行，这样的，咱看着，快啊！整一杯，整一杯，整一杯水。为啥有这个呀？嗯。刚才真的有这个，我就喝一口。我记得你就说把这个拿回来了，你也没问呢。我说有啥剩菜儿，就是这个。我今儿煮的这个，嗯。我打开才看见的。我还有那个他们醋。醋加鸡蛋酱。哎呀，这太……裹一下鸡蛋酱，就往嘴里放。太多了，其实它冻的没啥味儿。好吃的，就两盘儿，他那个吃是妈在哪儿？肉啊，底下捞这个盐，有盐酱，这蒸肉。太大了，大肥肉片，嗯，你来一块，继续再来一遍。这有多香啊，这肉，这肉是美味饲料的肉。这东西，小豆腐放哪个酱汁不一样味儿？嗯，你尝尝，放那油酱是又一样味儿了。是。嗯。哎呀，今天我仨跟一样，统一大碗。没有那碗了，没装满。哎呀。这碗这不全占上了吗？嗯，哎，整没了。快照。嗯。我一口汤。嗯，这个呢就吃是一种感觉，没啥味道。啊，这还有点好处，稍微有一点点，至少是绿色的，稍微有一点点苦，但是有一点不好的，嗯，吃完塞颗牙呀，焦绿的，你们塞不塞牙？
蒸鸭有蒸鸭的好处吧。哎呀，吃肉了你俩呀，咋还没整一块呢？还没整呢，一人吃一块了。你来的。嗯，好，还是底下的好哈。嗯，那得有标子。嗯，找一块姑娘，老好，这上面薄，上底下翻，上面薄，嗯，不厚。那底下有圆圆，咱给它掉过来。就得一口吃，饱饭吗？饱饭呢。哎呀，一口放进去。哎呀，最近可能喝凉水，不是啥好事。喝多呀，也不是喝的出多。一天人体好像超过八斤水，就是喝八斤水有点多。这一杯能有多少？这一杯一斤，不是半斤。哎呀，半斤的话，你一天能喝几杯？一会儿还得来一杯。来不上十杯吗？嗯。昨晚上我也没少吃这个。晚上又吃一遍吗？没有啊，就是那什么钱呗。你俩吃完了之后呗。是啊，我看着肉那肉一面子都没有了。你今天咋把那块肉又切了？可以，三分底下的可能。今天这么吃这猪肉是奢侈，不像前天，前天拍视频前，最便宜才买的是六块多钱一斤，有个三块多钱一斤我没买着。三块多钱一斤？听他说嘛，山河有卖的，还没买着呢。卖不太好的肉。嗯。还有这些肉呢，就是那个淘汰机切蛋那个，那天给我爸他吃完拿回来了，都打包回来了。还有排骨。啊、排骨，他俩吃不了多少，有点菜就够吃好几顿。那黄花鱼单上了。保鲜上的。嗯，待会儿做什么？好长时间前在那个五常超市买个黄花鱼，一斤三两多，20多块钱的。黄花鱼真便宜。都多久了？嗯，老长时间了，老没忘。那黄花鱼你说咋一个？像我们饭店卖，你说卖多少钱？88一条，好像比这大点，一斤6两。但是进价也贵呀、啊，那进价将近50。那时候贵，对。嗯。现在真便宜。那是个哈尔滨南极近前将近50啊，那条鱼卖88做完了，高档菜，以前那个比这个新鲜，这个啊，嗯，这个没有那个新鲜，哎呀这家伙正好就是夹他的啊，夹呗。是这姑娘。哎呀，饿神儿了呢。放，给我付吧。我来，我回来。我来送吧。嗯，我就来这个。大伙儿瞅着都过瘾是吧？你给他只要是咸点，就是酱油浸泡着，就能吃一下，好吃。你看昨天切完了，货完切完之后蘸蒜酱那个，俩味儿，就整它就是嘛。感觉有点腻了，你就来口鸡蛋酱。
停电，我就把它关了这哈。啊，对呀。浪费电呢。嗯，是那个水桌啊，那个啊，暖风扇响，没事啊，没有，不知道是哪儿的原因，嗯，我觉得他们也不知道，那小毛病，就给人查呢，嗯，又盛一碗呢？哪有啊？没有。够了，早上吃一块。一碗大。嗯。明天那个，我学习那块你抓紧整，完咱串空出去一趟，上河边拍一拍，溜溜的。没有阳光。没阳光也没事。不是，现在河上能结那啥了吗？哎，我去了。封河了吗？封河了。哦，能上峡岭那边那泡子里头。我一直想上泡子中间感受感受，因为夏天去不进不了嘛，就冬天能上泡子中间感受感受。特别，你感觉你踩上去不得碎了？那能开玩笑吗？掉回去。到那时候了吗？到那时候了，那好。哎。吃一口，你吃一口吧，来，拜拜，你吃，来，拜拜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，咱们上山上看看风景去啊，溜溜，溜溜，挖几杯水，哎，别凉水。